七回用啊，第六回用，那就是啊，以诸佛地啊，起万行因，以因起果啊，起涅槃道，名随顺平等圣君回用。这意思就是讲啊，人爱起万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修行的起头啊，就是爱从因开始，就是从一粒种子开始，把这好的心地播落了好的种子，开始呢。都爱起行，好好来经营这片的土地、心地，因为有这粒的种子，所以以因起果。有了这粒因的种子，有了这片的土地，好好经营，那成就呢，就是结果，就是果啦。所以呢，讲下一滴吧，意思就是讲，只要你一粒种子下落去，好的土地，好好经营照顾，那这个果长无限啊，那这个开花结果啊，果实就累累啦。这样就是表示咱修行啊。已经呢，会当通得到正果，正果呢，也就是起涅槃道，凡夫的起点，敢毋是？那你终点的目标就是佛的境地吗？是啊，从凡夫要到佛的境地啊，所以必定呢，爱经过这个因。那这个好的因、好的地、好好经营啊，才会当到达迄个目标。这个因与果的成就，这是修行的成就啦。起涅槃道啊，其实呢，对啊，伊的解说内底啊，也佫有讲啊。随顺平等善根回向，这个回向另外一个名称，意思嘛是叫做随顺平等善根回向。善根，咱开始的呗，修行开始，咱就是啊，爱将迄粒因啊，迄个因呢，本来就是啊。真正的平等，大家都在讲啊，依佛平等，依心起来，迄个清净啊，净如的净智，你我人人皆平等啊。咱那些这个道理想会通。咱凡夫即是佛，因为呢，凡夫只是干那一念迷尔嘛。这念迷呢，那会当境界起来，那安尼呢，这就是佛啦，就是觉者转迷为觉，无困难啦。上困难的呢，就是困难的。咱要安怎样会当，把咱这个觉悟，把人人视为平等，把人人呢就相信伊，拢总有善根。虽然咱相信人人有善根，但是人与事的中间呐，这呢是一项真复杂的。所以呢，会变成了讲啊，希
行真歹修哦。尽管相信人人有一生期待，这个平等也善良的本性，但是呢，个人啊，在这个六道的内底啊，安尼在轮转啦，个人好天啦、啊，迄、那个污染的心啊，各无同。啊，有的呢，已经早就开始呢，往角度伫咧行，慢慢呢，已经伫咧净化这个心地，培养好的精致。但是有的，也阁是啊，污染的心地啊，也阁是真重，这种的习气呢，还是真重。那亲像安尼。要安怎来共同做代志呢？嘛是同款爱选择伊的心性，迄、那个习气啊，到底有改无？这个习气呢，是毋是已经向好的方向行无？也那无呢？咱那是甲代志交代好伊去，可能呢？一擦千里远哦，这就是啊，咱要安怎处众，要安怎入群，咱伫人群中啊，要安怎样呢？甲咱真正的菩萨的行，将方便的教法，咱安怎样来一一互通，这呢是真困难的代志哦。尽管咱知影，咱爱随顺平等圣君，但是呢，要安怎样去分别迄个是甲非呢？要安怎去分别伊？这种习气，是往好的方面，的机会到底是成熟的，这是真困难呐、啊。所以学分呢是真简单啦，做事多种，这呢才是真困难。也那无呢，佛陀唔免讲哦，永远永远拢伫这种堪忍的世界，安尼呢为教主啊，啊不断呢来娑婆度众生。就是因为众生恭敬啊，那佛陀都爱太机会啊，爱因机施教啊，根基那阿未成熟，阿哪会教法会当好伊呢？这就是度人困难的所在，那就是要安怎处众入群呐、啊？这真大的难。哦、所以下面讲吼，以诸佛利地起万行真因，咱呢就是啊，爱将迄个佛利，迄、那个地就是讲起源迄个所在，来起万行因。这个万幸对多来啊，常常讲六道啊，起万幸啊，一念的真如啊，清净的本性，一旦呢受了污染去啊，因缘众生啊，一定呢就是偏差偏差，从迄、那个。刚一念的真如，千差万别啊，一根基啊，都爱设教、设方法啦、啊。方法有六种，
六道，称为六波罗蜜，六种道人的方法。但是呢，干那这六种呢，伊为着要应机啦，那就爱气万行，前回讲过去啦，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。佛陀呢，就爱设了八万四千的法门，这叫做开方便门啊，所以叫做万行。爱用万行的真因，迄、那个真因呢，就是真如啦，迄、那个本性。咱将佛的理地就是源头，开始呢，咱爱起万行，也是同款，用咱种种的方式，迄、那个真如本性，迄、那个因呐、啊，扩散，扩散为调和众生，这念心为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咱按怎样来修行。咱既然呢，获得如来的家业，接受如来的教育，这个大农夫啊，来开发啊，互咱知影咱的心地，咱要按怎来经营咱这片的心地，将咱这片的心地经营的方法。再过去经营在人群中，这呢，啊，一定都要用真多的方法啦。所以起万行真因啊，现证一性寂灭之道，寂灭一性，其实呢，万法归一统啊，不管是啊八万四千的法门，其实就是跟他讲究一性道，这一性呢。那就是大乘法啦。在自己修行的同时呢，咱爱过再去教导众生，叫做上求下化，寂灭。咱的心地本寂灭啦，只是呢烦恼一心啊，那就是造成了真多的业。以业受苦啊，苦呢，咱爱知影苦的来源都是执啊，因为作业所以受苦。那么啊，这个苦呢，到底是做什么物件来受苦？咱来想办法去灭。咱爱哪修？虽然是知影世间这复杂，这复杂，那慢慢的复杂中来感化。就是讲，想尽办法去分辨是是是非，那要安怎把这个非呢？想暂时可以会当怎样了解呢？了后引导伊呢，到是的路程行。伊若唔对，你阁可以继续行落去，那就是超乎你呀，失千里。所以爱暂时呢，啊叫伊讲哦，你暂时先搁再徛伫原地，好好再思考，思考通啦，才会当呢再向前行。所以咱亲像咱现在修行，大家人拢嘛讲，我那是一眉一降，一降呢就成佛，敢有影呢？实在，咱都爱搁在起行啊！
在这个起行的中间呢，你方向对啊，唔对，哦，唔对的呢，爱搁再重新来，来回归原点，重新来啦。所以呢，咱要现前一心直立之道，咱都爱搁再知影苦啊、集啊。那现在呢，修行的过程呢，就是伫咧灭。灭掉了咱过去的灰，那灭可以会当头好讲留落来呢，迄、那个精甲纯，那就是道的本源啦，就是真，这个真的因。所以啦，咱爱知影，人呢是从迄个理地开始，从迄个源头开始，然后呢，咱爱向前前进，对啊，万行哦，咱都处中入群嘛。那但是呢，未当通我脱离迄念呢清净真如的。因哦，迄、那个本性，那会当安尼啦，伫这个大性啊，助力利他、助修度人，安尼呢，向前行，行就是行嘛。咱从这个所在行到迄个所在，用这个方法，安尼呢，向前前进。所以呢，咱爱用这个甘苦啊。苦集灭，找到这个灭的方法呢，向这条道路直行，那就对啦。所以讲，行中立起，咱这个行啊，就是修行啦、啊。修行者呢，这条道路要安怎行去啊？要从立开始。所以啊，这立地呢。才会当讲吼，起因哦，才会当讲行，才会当通安尼向过去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行中立地啊，行才会当起这个万行。你若是无从迄个原点起啦，你无法度呢向前行，向前前进呢，还是爱伫这个灭种种的苦啊。迄、那个业的源头，咱一定爱找回着，安尼一一该消灭、治理，安尼叫做治啦。治了后呢，就是回归于理。所以，因为安尼叫做随顺平等，灵性度过啊。咱应该都知呀，众生都是安尼。咱随众生的根基呢，咱了解众生人人，咱拢爱尊重啊，感恩、尊重、爱，处理这种的众生观的，要安怎去解感恩？尊重方法都爱真多啦，百万数千的方法，那用这么真多的方法啦，要去爱这的人，那这就是离开爱都无法度呢，无法度，倘若去做感恩的工作，都无法度去做尊重的工作，所以呢，爱大声培养这个爱。才会当头去尊重人人呢，拢有圣君，有佛性啊，有遮侪人，所以我应该感恩啊。不管呢，受什么款的烦恼来考啊，
来甲咱靠，咱呢啊，都是同款爱感恩哦。这人甲人的中间无对立啦，咱若会当到甲无对立呢，那叫做直面。咱若是一个有对立，那实在是一真辛苦的代志。因啊，就是这么这细点，但是呢，它就是真大，所以咱大家人唔通轻视，咱人人呢，质量呢，这么这细点的质量，的因精致，咱必定爱用心来经营咱这个心地，咱的心地呢，那经营处理得好啦。咱的精子压落去呢，自然呐、啊、发硬，自然呢成果球，果球出来呢，那开花结果啊，这呢精子都累累啦，所以咱爱随顺平定回向吼。尽管咱有真多的埋怨，尽管咱有真多的烦恼。那想到人人甲咱拢总同款，有迄念呢善根啊，咱应该爱用感恩、尊重、甲爱，好吧？各位，听起来好亲像呢，真深哦。但是呢，这已经大家人真明白啦，吼，起点的理地啊，那用各种的方法啦、啊，会因啦、啊。但是呢，无离开迄个真因，真如的因行，所以啊，这都是爱看伫咱日常生活用什么款的方法去对人做代志，就是安尼的定。所以，甲大家人分享，希望大家呢还是爱多用心。